这样就不用再换道了。嗯，这是列治文吧？列治文山吧，这地儿。现在还是 Highway 7上。这边这个就是快速公交。Highway 7上的快速公交，挺好听的呀，那个，嗯，PG1的，嗯，他现在还火吗？他前一阵不是闹了一点不好的新闻吗？按下来之后，加拿大的车前面的大灯都会自动打开。别的好听的好吗？这个音乐还蛮配合这个道路状况，有点那种黄昏色的小悠闲。没事，还有在。